榴莲是个神奇的王国，它有三个王子，都不一样。猫山王榴莲似乳酪般浓郁，苏丹王榴莲如奶油般润泽，金枕榴莲像慕斯一样清新。我该怎么着？怎么才能一次拥有这三个王子？真相只有一个，这就是榴莲三杰披萨，绝妙排布三种榴莲，让你一次就能吃到三种榴莲，浓郁、润泽、清新。哇，那是什么？披萨，披萨没有限量。对，它就是深藏不露的披萨。两张手拍饼底，封藏原香。猫山王榴莲与芝士一比一融合，浓郁加浓郁，蓬蓬的柔软口感，令人尖叫的拉丝，这就是藏不住的猫山王榴莲。哪里才吃得到？真相就在必胜客。哇，超浓郁。真相的价格呢？必胜客榴莲季59元起。